现在进场就黄国雄没关系，你先慢慢到啊，现在还没有到啊，你不要慌，你先下来，先等一下啊。黄国雄是号，他是代表宁福珍啊，亲属的宁福珍啊，这个好上面有名字。那二号王子杰啊，一群准备，肩膀宽的王子杰请准备。好，工作人员请就位啊！工作人员就位。入口处还有入口处，还有热身场啊。我们就会有讲过，热身场里面跑出七匹马，还包括比赛场一匹八匹，可以允许八匹马在其他的选手，要进行管制一下啊。我们赛管理还有工作的同事，请你管制一下，里面顶多允许七匹马。好，到场好了，你准备好了？有那个工作人员把教练放起来好吗？那个张远把他放下来，给天马上马的几个人选手进场以后就把那个张远放下来，你要把跑到外面去对。好，黄国雄投证时间啊，第二阶段投证时间36秒34，时间不扣点，障碍不扣点，得不通过，零扣点。